是画笔来形容你时刻的那种感觉。主，当我看我的困难，我们好想看不见你是伟大的神。主，但是今天晚上，我的眼光，我们的眼光再次转向你，主，你是伟大的，你是大的，你远超过这世上的万物，你远超过地球的大，你超过这宇宙的大，因为你创造我们。主，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胜过你，死亡不能够胜过你，仇敌不能够胜过你，需求不能够胜过你，谎言不能够胜过你，因为你是伟大的神，你已经践踏死亡的权势。你是伟大的神。主，我求你今天晚上主向我们的众朋友显明你是何等的伟大，用你的伟大使我们敬畏你，使我们敬畏站立在你的面前，不只是爱你，乃是带着一个敬畏来朝拜你。你是伟大的神，是伟大的主。当大卫他是一个那么年轻的战士，当歌利亚这么大的巨人来呛杀的时候，来找他们挑战的时候，大卫一个小小的青年，他勇敢站在歌利亚的面前。没错，他看起来比歌利亚小很多，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子看他自己。当因为大卫是把上帝跟歌利亚比起来，歌利亚算什么？你就是那个大卫。你不要把你自己跟歌利亚比，跟困难比，跟艰难比，跟软弱比。你当把歌利亚跟上帝比，你会发现他根本就是缩小灯里面那个很小的。我们的神是大的，是大有能力的。他是如此的崇高，但他没有选择住在遥远的天际，他选择住在我们软弱的心里面，来帮助我们，坚固我们。神的孩子，你知道这是何等的宝贵吗？他没有选择住在那个皇宫里面，他为我们甘心乐意的降在马槽，住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要你们唱一首新歌，你向着神来唱，他对你来说是何等的伟大。向着神来唱，他是对你是如此的重要。那个歌词就是你的祷告。我们不跟别人任何的人比较，而是单单从你的口里唱出一个新歌。那个新歌能够建立你自己，能够建立到我们每一个人。